细雨。不要找平安睡觉，他睡着了。我来报平安吧。我们没事。他们俩受了惊吓，先把他们俩送去医院吧。西雨，我带他去医院检查。啊，我一起去。好吧。哥。我会永远保护平安的。出来一下。平安已经没事了，请你离开。你没有赶走我的权利，我还在这看待我的儿子，没有事我才离开，不行吗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妈，怎么样？吴董，您来了。哦，西雨和平安都没事的。只要他们过一会儿吃顿饭，很快就会恢复体力的。而且细雨真的很好，他没有让平安受到惊吓。罗院长，细雨是好爸爸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平安也是好儿子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是好爸爸，好儿子。你们两个啊。还真不愧是笨蛋父子。你先忙去吧。再见，院长。再见。再见。怎么，你真的不想给妈妈当好儿子了？呀，你真的想穿上这件衣服当清洁工？当然没有错，清洁工是一份很令人尊重的职业，但是你不合适。我记得你从小到大，你跟妈妈说过，长大了你要当什么？当一个音乐老师，当一个画家，不是吗？妈，可是西雨现在当不了音乐老师，也当不了画家。西雨现在要赚钱。哎呦，赚钱！你要需要用钱，你跟妈妈说，你要用多少都可以的。妈的钱我不要，我要自己工作赚钱。比振宇哥赚更多的钱，然后买很多很多玩具给平安。我要当一个比振宇哥更好的爸爸。这些都是你教他的吧？你自己跟韩振宇之间你们是纠缠不清。哎，我不知道你把他扯在里头干什么。你不就是利用他对你的儿子还有那么一点点感情吗？你想借他的手抽韩振宇的耳光？我没有。妈，不是你，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懂什么你啊，闭嘴。奶奶不要生气，不要骂我爸爸跟妈妈。把韩振宇的儿子给我带走，这是医院。妈，平安，平安，妈，对不起。不要走。
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就算你能原谅我对你的伤害，可是我却不能。我努力地面对自己，面对自己的过错。我们真的不能像以前一样那样在一起了。当思念变成了宣言，我现在只想平平静静地和平安一起生活。劝自己放下一切，时间推着我走向前。你变成不能没有你们。我们在一起不会幸福的。如果你为了我而伤害爱你的人，那我们在一起还会快乐吗？放开我。西雨，如果你爱我的话，放开我的手。吓到啊，平安。爸爸保护平安，爸爸在，平安不害怕。我要跟你谈一谈。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